疼。这是真的，曾琴，曾琴，是吧？这是真的啊！你摆着就行了，手手给我来只手。啊，好，行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好，好。不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所以说他那个套嘴套掉了，是吧？别动嘴，我说的，你这么说话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对我那个，对，是吧？过了。但是没过了，当然可以过了，你知道过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？好，我手啊，过了，他做反应了，他已经做反应了，知道吗？回，知道吗？这叫按腿啊，按腿。这过去之后，这个位置一个腰拳啊，到，一下就抽上了，对吧？招一起来，就上去了，然后一起，对吧？到。叫乌云盖月，什么意思啊？八卦动手啊，先管眼，知道吗？咱俩都是很正常情况下，他知道我干什么，他的气的分布他知道，我打到哪儿，小伙子也能过去。嗯，为什么形意是实力呢？我让你看不住，八卦动手啊，先让你看不见。哦，这时候你气不知道往哪分布，对吧？让你骑。对吧？这有了吧？有啊，这才是真的。啊，走，来，过来。啊，这他是第一个感觉点。嗯，假的，这是真的，掏腰的。嗯，啊，一往一跑，掏裆。所以他为什么会走第几条线呢？